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我最想留住的心。小黑问我啊，当然喜欢了，但是你女朋友喜欢吗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。这是我今天要给其他推荐的面膜，我的美丽日记。哇哦，可以珍珠换白面膜。我去敷一下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第一步的清洁做好，然后很重要的一步来了，就是找它了。看一下它的成分，功能呢是美白焕亮、水亮透润。我平时用这个就比较挑嘛，因为我经常会过敏，但是我用了它之后觉得就没有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。使用方法：第一步清洁，第二步敷上我们的美丽日志黑珍珠焕白面膜，然后20分钟到30分钟即可。你看，就闻起来也很香，真的用玫瑰香精，看见吗？然后它里面的精华也比较多，现在我们来敷一贴。然后我一般敷这种面膜的时候，都会先把一层可以用的直接贴在脸上，下片。然后大概贴到均匀之后，就可以把外面这层撕下来，会方便很多。然后我们大概把这些贴均匀之后，对，贴怎么样？如果 OK 就点头 ，Yeah。然后现在我们把精华液敷到脸上，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很合适。到时间就可以直接把面膜撕下来，然后睡眠状态就 OK 了。这个意思就是它可以免洗，有没有？走吧，好羡慕。